胎频率一般发生在几周？米阳产科主任医师。排胎的停止娃娃都在这个12周以内，那早孕期间嘛，排胎停止发育，娃娃在12周以内，那么大概呢，这个胎停育的百分之八九十都在这个时间内，而这个时间里面，这个胎停育的原因，我刚才就讲，大多数的原因都是40%左右的都是啥，40%的染色体发生的问题，然后呢，剩下呢，当然讲有母体的因素呀，还有。那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引起来的，这样一个原因，所以呢，对于这种的一次的胎停育呢，其实来讲也不用担心，为啥？这人女人嘛，这一次的过程中会有 N 次的这样一次受孕的机会，不是说我只，但是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两次结果，但是呢，怀孕可能有 N 次的这样一次机会，但是呢，它这里面其实表现了很多次，就是自发性的去流产掉了，就是我们就讲的生化流程嘛，哎，一看看我的月经往后推了4-5天。那有一些人特别女人特别的注意的话，她去测一下早孕试纸，发现哎，我的这个好像是弱阳性怀孕了，过几天后月经又来了，这种就是生化妊娠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对这样的一些来讲，一次你不要担心，但是如果反复出现过这种胎停育的时候，所以不需要查原因是什么样子的。专家提示：一，胚胎停止发育往往都在12周以内的早孕期间；二，大多数的原因。都是宝宝自身的染色体发生了问题。三，也有母体因素和其他因素引起的胎停育。四，如果反复出现胎停育，必须要检查原因。